而且它的后面呢是做收腰的设计，还有弹性，可爱，然后呢又非常的好搭，实穿非常的保暖，它可以让我的脖子整个是包起来的。我现在身上穿的呢，里面是不羊羔毛的牛仔外套。那如果你想要搭配的比较帅气一点呢，其实就可以选择这一款，它还可以把领子立起来，会看起来更有个性一点哦。那总共有两个颜色，我现在身上穿的是深色的。现在身上穿的是浅色的，那刚刚因为是搭裤子啊，现在就可以直接搭一件 one piece 的洋装，非常的造型。我现在身上穿的呢是粉红色的帽檐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通常啊，我自己看到的都是羽绒外套或者这种毛毛的，想不到牛仔外套也有推出了，而且它的后面呢是做收腰的设计，还有弹性，然后加上它的袖子呢，我觉得它是做比较大，而且它是有分量的厚度哦。我现在身上穿的呢是粉红色的，另外一个颜色就是灰色啦。非常多人喜欢灰色，像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推荐灰色，因为呢穿起来呢可爱，然后呢又非常的好搭，实穿。这件的牛仔外套呢，它非常的保暖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脖子整个是包起来的。那这里面一样是铺毛的。这件牛仔外套很特别，我相信每一个女生一定都会很喜欢，因为女生都很喜欢有毛毛的东西。你看看。这整件都是毛，而且里面呢，这个是非常舒服的，它不是兔毛哦，但是它摸起来就跟兔毛一样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特别在于它的胸毛这边也一样一圈毛毛。那这上面呢是做宽松型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穿的稍微有个性一点，也可以选择这样子。那这个是短版的牛仔外套，那短版呢，它里面一样是有风毛，重点是它的袖子呢是有一点点灯笼袖，所以非常的可爱。我现在身上穿的呢是黑色的牛仔外套，其实外面非常少见，就是黑色牛仔外套里面居然还有兔毛。